手軽一つの方法で、その手軽を也为咱我他妈六年买起的毛驴，这一块个不便，牛掉皮的。就那每个好难看啊，先用牛皮吧。就那咯，干皮啊，皮吧的。就那牛皮个咯，一千的皮，干皮皮的。就那也要不提个咯，就那也要看不到，就那要不提，牛大个咯，就不提。当五百个五百皮吧。那如果用六月皮呢，就那没卖皮呢是发死个钱。就如果他们五月皮嘞，就那没卖米个咯，那数百个就开个个就钱呢先皮嘞，是不？没卖来干皮啊，不能卖什么毛利三块就可以，不开钱的叫嘛，都捏住都叫嘛。就那呢，干皮数百斤不够呗，老多在那都，然后嘛呗，去年的了嘛，干皮就是要讲，就比如。今天的嘛，从未来回来接受训练。未来干部啊，未来干部啊，是不？就那大个嘞，今天干部啊去多少人嘛？咱们就那工友吧嘞，就那个比嘛，俺们嘞，俺们有什么办法比？所以都去了，喏。今天现在对人就那个成绩高呀，跟现在对嘞，把今天对嘞，把今天高，明天对嘞，明天高嘛喏。大家今天就说不，希望嘞。di mana di mana lahir bersama saya juga. Nenek di abis gak.